我是白姐，星期一到星期五，我每天都会播出。一个节目，一直在学最新的、最地道的美语。今天我们一直在学美国高中生为什么要学中文。你们好，我叫 Diana， 和我打排球。你好，我叫 Charles， 我18岁，我是高四学生，我喜欢打网球。我要学中文，因为在我家我们说广东话。 但是我妈妈告诉我，普通话更popular。大家好，这是我两个最好朋友，我叫Maureen。你好，我叫 Kevin。你好，我叫小。对，我的爱好是吃中国菜，听中国音乐。我最喜欢打足球。我的爱好是打篮球。我想学中文，因为。 我上大学的时候想去中国，所以我需要学中文。大家好，我是 Christopher， 我是高斯，我18岁，明年我打算上了 Purdue 大学或者 Virginia Tech 大学，我喜欢滑雪 skiing 我喜欢吃面包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字是乔乔。我的妈，我想学中文，因为我的妈妈是上海人。我最喜欢吃冰淇淋和水果。我希望去个有名的大学。我的名字叫泰明。我学汉，因为我喜欢和外国人交流。我喜欢麦当劳。你好，我的名字是唐果琪。我从香港来。我是16岁。我最喜欢的活动是上网和吃东西。你好，我叫 Melody。我是学汉语。你好，我叫袁，我15岁，我从华盛顿来。我最喜欢打乒乓球。大家好，我是廖老师，我是美国维州 Fairfax 高中的汉语老师。这些是我的优秀学生，他们说汉语，说得很好。大家说，大家好。好，再见。